因为我们这个餐厅是从9月5号开始，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也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到现在我们完成了每个人的心愿，然后我们有了身旁朋友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成长都值得拥有一个蛋糕。我们的这个名字叫炸厨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厨房里面让它爆一下。Let's go, Let's go, 久等了 ，Sorry 啊。Where are you 啊？厨房里，厨房里在惊喜。厨房里。咱们的厨房的名字叫什么？炸厨。Let's go。哇，我的娘！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餐厅叫炸厨嘛，除了我们每次做完饭炸厨房的狼狈样子，我觉得得有点爆破，所以就打了很多的气球，想给大家一个惊喜，然后让大家一起踩气球，让这个厨房真的炸一下。除了我们呀，真是炸开了花了。还是你的杀伤力比较厉害，真的是炸了。今天才是炸厨的完美诠释。我谢谢你啊，丽丽。踩一个，不敢。你崩溃了，太可怕了。哦，又来了。今天是乐队的海边最后一天，节目组将为大家送上一份特别的毕业大礼。海上跳伞。蛮危险的，挺吓人，挺难的，参加这样的综艺。走，上车吧。走。我到现在我心还突突突呢，刚从悬崖上跳下来。哎呀，从直升机跳下来，我这心脏突突突。我觉得我其实不害怕跳下去，我就是特别担心那个伞卡。谁不担心？万一打不开，今天咱就拜拜了，咱就。我有点想怂在当场，怎么办？今天演坚强吧，咱们就。我也想坚强啊，有的时候身不由己啊，太难了。录个综艺，眼瞅着要把自己的恐高给治好。啊，你们要是现在同意转掉头回去，我也同意的啊。我先表态。那你有点太怂了吧？练练，你退我就退。我可退，我同意，我的举手，我可退。丽丽，你不得退一退？你看他们都说退了，我不退不合适啊。到了啊，再想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走，
Hello， 姐姐们好。Hello。欢迎大家来到博鳌海上跳伞俱乐部。对，这就是你们一会儿要体验到的跳伞。自己跳啊？我们自己跳吗？你们当然不要，你们有我们的，你们为什么要自己跳？我们得先上得去4000米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会上得去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咱们这儿有发生过伞没有打开过的情况吗？没有，全球都很少发生。对。没有。来，现在跟我到这边了解一下我们所需要签署的跳伞协议，还有生死状。我们工作人员给你们发的这个是我们的安全协议，会告诉你们跳伞它会有一定的危险性，然后要你们同意一下。你看看它这个上面这个大字写的，你们咋签得下去的呀？警告还？对呀，参加跳伞及相关的活动是具有危险性的，可能会出现严重受伤甚至死亡的情况，我们为什么要签呀？紧急联系人，关系家属的联系，这有点吓人。这个，这些都要填吗？这全部都要填。问题不大，来吧，我好了。没事儿，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。对，咱们就冲，冲就完事儿。你签不签？你跳不跳？你要不跳，我就陪你不跳。你都写完了，你按暖手印了，你都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樊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上去我们还能再看看。行，对，还要盖手印，在哪儿一按，在名字的地方，这儿。对，因为我胆子是特别小的，就是要强嘴硬，争强好胜要面儿，完了就是硬着头皮也得往上冲。没有，我们是一起是吧？三个人一起，现在可以决定一下谁是第一组，谁是第二组。我要把怂的人放在第一组，这样容易集体退堂鼓。我第一组。第一组。我们俩在第二组。可以。嗯。为什么你们俩要第二组？我们在犹豫。我们。对。那我跟你们俩。好。什么意思？我第一组啊。嗯。不然你想跟我们一起第二组，我们这个飞机估计就下不去人。那他等会儿丽丽跟糖糖噼里啪往下跳，我自己搁那儿不是很尴尬吗？穿装备。来，六位姐姐，我给大家要讲一下你们要在天上注意的东西。首先，你们出舱的时候要把你们的上半身抓住背带之后向后靠，下半身。你们要把你们的腿保持居中，并且向后勾，这是出舱的动作。我们保持住，三二一，一出去，第五秒钟，也就是教练拍你们肩膀，一二三，你们就可以把你们双手打开，明白吗？落地的时候，教练会说抬腿，要把你们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下面，辅助自己把双腿抬高，直到我们教练跟你们说 OK， 我们现在把腿放下，站起来，明白吗？